大爷，我鼓楼边有个人约大麻食，我而家打紧佢。 出嚟兜下风啫，唔使下下都用死我啊嘛！你犯咗法就要拉你，唔好讲到自己咁正义。如果犯咗法就要拉嘅话，第一个拉你自己先。你唔好以为你老友死咗，你做过嘅嘢就冇人知。欧顺威因公殉职，你当年嘅口供系咁讲过，问欧顺威真系因公殉职咩啊？如果你讲嘅唔系真相，即系妨碍司法公正，即系犯法啊，赌神，好多嘢唔明。 因为你好多嘢唔知道，唔知道欧顺威系一个咩人，唔知道我系一个乜嘢。今日，Sir，喂，点啊？牛针俾咗坚尧，晋升坐管承报哥同泰国毒枭倾严肃，下个礼拜佢哋会唔会大飞搵大批可卡尼香港？别作，靓仔啊！呢次系杂职啊！我帮你出翻去先，我同谦有啲嘢倾。出去。 顺便收埋佢。Yes sir。人都口罩，小心啲。坐。我仲查到呢一批货起码超过10几公斤，应该过1000万。但系确实个交易时间同埋地点我仲未查到，不过一定系下个礼拜。下个礼拜晋升选新坐管，成务搞两条数都系想连任坐稳龙头嘅位置。 我都系咁谂。我仲收到封，虽然成务哥好紧张呢批货，但系同时佢又嘥时间同班叔父搞关系。我谂到时佢未必会亲自去交手。但系佢一个好信得过嘅车手，我估计到时佢会用呢个车手帮佢运批货去交易。其实当年你对我呢个徒弟好好，好到不得了，好过你对你老友兼拍档好多。啱嘅，人系自私。 边个帮到你手攞，咪对边个好咯。帮唔到你手嗰啲，就连听你赌术部署都冇资格，俾你赶埋出门口添。兄弟都冇情讲系嘛？我从来都唔觉得有威冇用，我亦都唔会利用兄弟。系咩？你冇利用过我咩？你冇利用过我帮到你嘅话，当年个 operation 你就唔会信晒，仲听晒我话一人得一架贼车，得嗰15公斤货。我话你听啦。 中咗一架车，揸住另外15公斤货喺另一条路去紧货仓啊！食食冇夹棍嗰个系你，点解你害阿威？因为我要揾个蠢人战师弟，行就行先，死就死先嗰只。杜卓峰，你输咗。其实当年一开始你已经睇错人，收错咗我呢个徒弟。医生，帮我做手术，条线我部都8个月啦，我咁辛苦先。大哥 ，This is an order。 等你好消息。根据可靠线报，毒贩成务会安排一批毒品由海路偷运入境，怀疑再有呢批毒品嘅可疑货车啱啱喺大望仔路出现，沿住仁义路方向驶去。我哋今次嘅行动就系要围捕呢班毒贩，起出呢批毒品。
线车今日喺黄金剧场时段播出。